韩瑜演技大爆发，网友直呼眼神转换很有戏。三立台湾台八点台剧《金家好媳妇》剧情精彩连连，韩瑜是陈芷琳失踪后，为避免再遭受到郑重音是方婉菲和大牙周密配是赵映心这对误妻母女档下毒手，以全新身份阿软出现在众人面前，运助手进行他的复仇计划。为了诠释好阿软的越南腔，韩瑜可是下足功夫，日前在脸书上曝光一段苦学越南口音的影片，在拍片现场一字一句和越南小老师确认发音，黄少奇也在底下留言你很棒，努力是会被看见的。除了认真练习口音以外，韩瑜在陈芷琳与阿软两个身份上的转换，以及面对大牙周一配眼神的瞬间变化，被网友赞演技大爆发，韩瑜眼神转换好赞，变脸真的很有戏，甚至还帮他取了魔林的封号。因为阿软外表和芷琳相像，让五妻母女荡起了疑心，暗中调查阿软的真实身份。大牙周一配甚至怀疑阿软和老公黄少奇是金燕君的关系不单纯，开始紧迫盯人，并不断拿这件事大吵大闹，引起黄少奇的反弹。在最新剧情中，黄少奇受不了驱车离去，两人的婚姻关系降至冰点，大牙周一配为挽回求原谅，无视大鱼死命追逐，让他在脸书上写道，这算是我这辈子淋过最大的雨了，狼狈不堪的模样让网友直呼这种程度的惩罚看得爽爽的。